廖且宏，一个总是带着腼腆微笑的大男生，在温和有礼的外表下，有着对自我极高的期许和要求。目前在工业技术研究院服务的廖且宏，工作内容需要高度专业性，总是专注于工作的他，研发出的产品更曾获得奖项肯定。从小到大，无论在课业或是职场上都有优异表现的廖启宏，却曾经因为一场突然的重大车祸与死亡以极其微小的差距擦身而过。欢迎收看《真情部落格》，也欢迎廖启宏以及廖爸爸来到我们的现场。其实谈到这起车祸，我们现在看到启宏都觉得好难想象哦，这样感觉完全没事的样子，但是这场车祸回顾下来，其实对一家人，尤其对你自己，其实产生了很大的启示，对不对？是。那个时候是在大学毕业前吗？刚好要毕业，就1992年6月。哦，那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就在刚要，就骑车刚出校门要去参加谢师宴的路上。就是要去参加谢师宴的路上。就还没。到谢师宴会场就刚出校门没多久就车祸了。你的最后的印象的画面是什么？那天是礼拜天，我只剩下主日的印象而已，早上去教会的印象，那之后的印象都没有了，就都没有了。对，所以你怎么被撞的什么都不知道？对，有20几天的记忆是空白。听说你被撞的时候现场没有人敢救你，你是后来听说的对不对？一开始没有人敢救我，后来有一个很好心的司机，一个货车司机。为什么没有人敢救你啊？看到有人被撞应该赶快打电话叫119啊。现在的人都怕被赖吧。可是我遇到一个很好心的司机，他就停下来把我抬上他货车，一路飙车送我到医院。你有没有听他们任何人描述你当时的状况有多惨？那货车司机跟我说，我那时候嘴巴吐血，鼻子喷血，那他想说我一定是撞到脑，那他就赶紧把我抬上车，送到医院。那他有没有跟你讲说他去救你的时候你有跟他讲话？他说我其实已经呈现半昏迷状态，他就一直大声跟我喊说你家里电话几号，你家里电话几号。你有跟他讲了吗？那时候我有跟他讲，他才有打电话回我家跟我家人告诉他们这件事情。所以还好回了一句话。所以廖爸爸那个时候啊，听说这个卡车的司机啊，好像真的还因此惹上麻烦哦，人家以为是他撞到了启宏哦。会难免会造成人家的误会。因为他送去的时候就送到医院，就脸就没有多久就离开医院了。这样的话，因为那时候宝山路段监视器也不是可以测试到一些详细的车祸现场状况。啊，你回去看他最后谢谢他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那时候其实还有被他老婆骂的？对，他刚救我完的那一天，刚开车回家就被他老婆骂说你怎么撞到人还回家，结果他就说我是救人不是撞人。还好啦，还好这个真相有大白，对不对？不过那时候廖爸爸应该很着急，
你在接到通知的时候，你知道起红有多严重吗？那时候就是到加护病房才知道会有这么严重。那时候身为父母亲的心情哦，真的可以说痛不欲生啊！看他满目疮痍啊，简直都不肯说，认为说这个是，难道这个是我的儿子吗？而且那时他昏迷指数都维持在4-5，动了好几次手术，医生又要叫我们家长签那个手术同意书的时候，再问他，他都说一直都说不乐观。那时候真的让我们的心情跌到谷底。廖妈妈陪你去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反应是什么？也是很激动啊，就是拼命叫，可是他那时候再怎么叫都没有意思反应。庄先生，好久不见，身体应该不错吧？都很好。这块匾额就是当时候送给他的。看好心的司机大哥聊起当年往事，廖启宏自己对车祸发生当下的记忆完全空白。看到他躺在路灯下，哇，路灯下，然后可能撞到以后就躺在那边。那么路过的车子很多，还有路过的摩托车很多，停下来看了就走了。他在车上之前，我看他那个就是嘴巴吐血，然后那个鼻孔哦，那个血是喷出来的。我想就是因为这种情况，我想救他一下，啊，想救他一下，所以很快就把他抬到我车上的时候，送到南门综合医院。车祸后的廖启宏连续昏迷了20多天，医师认为最好的状况不过就是植物人。面对仅存微弱气息的廖启宏，身边的亲友都伤心欲绝。那时候脑压都很高啊，大概都三四十以上，所以以我们的经验来讲，如果脑压在35以上，绝大多数都是最好是植物人，大部分还是会生命会保不住。听他父母讲说是什么交大机械所机械系第一名毕业，对，所以那时候，但这么优秀的人才在我们手中，我们都会觉得说压力会特别大。我们赶到医院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清醒的，他还跟我讲话，然后我还问他说，他告诉我说他的手，他说你帮我把手拿起来。事实上，他的手已经是搁在这个担架上面，所以他其实手已经断了，然后他并不晓得，所以前面几分钟的意识还算清醒，那之后就昏迷过去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早上跟我一个打打闹闹的一个弟兄，怎么忽然他就要不见了？那种感觉，那手术门就让我感觉到我得面对一个现实，他会离开了，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我那个时候不晓得，我就问上帝为什么你要把我生命当中这个人拿走？难道是因为我早上对他那么生气吗？我说不要，上帝不要这样子。他早上为什么对你生气？其实我也没什么印象。那据说他是在跟我开玩笑，在跟我玩。那可是他觉得我很幼稚，那他就对我生气。可是后来发现说还是可以打闹比较好。醒来吧，醒来，让我生气吧。第一个医院为什么拒收你啊？第一个医院，他南门医院，就是那个司机给我送到的那第一个医院，他们检查过就判断太严重了，就觉得要转到一个比较大的医院。嗯，嗯哼，所以送到马偕去了。对，那爸爸马偕医院那个时候怎么告诉你的？一送过去的话，马偕医院那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那时候他脑压也升得蛮高的，而且他昏迷指数都一直都在4-5，那低点在徘徊。就是有那个主治大夫庄侯的医师告诉我说不乐观呐、啊。那我就是怀着心情，就说是不是上帝在考验我这个儿子、对不对？对他的一种考验呢。让他我认为说上帝如果真的在考验我儿子，这样也未免考验太大了，让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你心里这样想哦？对。启宏，你是动过3次手术哦？
啊，不止，那是最、哦、最危险的状况是动了三次，后来又后来还有三次，六次哦。哎，你是第几次才清醒的？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过后，十几天才清醒。清醒之后状况还是不稳定，这样子对不对？清醒过后有一段时间，整个状态很像小孩子，退化到大概三五岁的年。心智年龄。那你会怎样？那一段我其实没什么印象，那是我妈妈转述给我听的。真的哦。可那段时间其实常发出病危通知，爸爸是很辛苦又很心痛的。对，我就是那时候我们父母两个人就是把店都停止营业，全程在陪伴他。听说最危急的时候，有人建议爸爸说，看要不要请法师来做法，对不对？对。来什么解除什么厄运？对。那为什么被你拒绝了呢？在那时候，我是比较说，既然有教会在帮他做前面的祷告，很多等于说他把我教会的一些信息都铺上网站。有得到很多团体的教会啊，都来为他祷告跟祝福。我相信说，在上帝的眷顾下，他应该会病情会逐渐的好转。所以你即使那个时候你自己没有相信，也没有去教会，但是很多爸妈会想说，那就什么都试试看嘛。但是你想说尊重启宏，你就想说算了。对。但是过程里面真的还蛮问题挺多的。有一度引发了败血症哦，有，为什么啊？那可能是他的病情哦，会引起的那个并发症，因为他那时候我记得他是等于说抗生素一直使用到第三代或是第四代左右，就是发烧都一直退不下来，到最后医师再怎么检查到最后才知道是说好像是尿道那边感染到那个黄金葡萄球菌的样子，引起的发烧。过程中好几次很病危的情况，你又发烧嘛，然后脑压又很高嘛，对不对？你感觉到痛吗？辛苦吗？在我有意识的状况下就是会感到痛，可是我觉得就只能面对。有没有抱怨说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其实不会，因为我觉得问题来就是要面对而已。你有抓着教会的弟兄或是牧师问说，为什么我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倚靠他，可是他让我这样吗？没有，因为那时候好，我觉得我有一股平安在里头，我觉得我一定会好起来。我相信这股平安是来自于很多人为我带到。就是在我其实病况还是算很危险的状况下。我觉得有一股平安，我觉得我一定会好起来。听说有一条管子现在还在你身上。对。是做什么的？那一条管子是把脑部的积水引到肚子里。那它就是以防脑部又有积水出现。这次手术你的意识是很清楚的？这一次手术完我的意识就清醒了，在这一次手术之前我整个状态像小孩子。推进手术室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推进手术室的时候，那时候我意识已经算清醒了，我可以思考一些问题。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我清醒后，我第一个要面对就是这么大一个手术。我在想，这手术只要失败的话，我会怎样？那时候刚好也是大学毕业，成绩也是以不错成绩毕业。那我在想，假如失败的话，这些过去所拿的这些荣誉啊或奖项啊或第一名毕业，这些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对。我就想到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个故事。他在死后就是请人家抬着棺把他两只手放出来，游街给他子民看，他要告诉他子民说，他虽然建立了这么大一个帝国，横跨欧亚非的一个帝国，可是他们死后没有带走什么。在那时候手术完，我在恢复室里面清醒过来，我就被推出，第一个感觉就是很痛，真的是很痛。那啊、
后来被推出恢复室，我看到我家人，我看到我朋友，就一路围在我，就整群围到我病床，一路陪我推着病床回普通病房。那时候我就感到，有这一群家人，有这一群朋友，有这样亲情友情在支持的我，真的是很珍贵。那我又告诉自己要珍惜所爱，爱要及时。你以前都是很顺利的吗？以前都是算顺利的。现在回头想一想，其实你那个时候跟现在比起来的话，你是不是真的有点像那个好朋友跟你讲的，你有点幼稚？会觉得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自己那时候不知道在追求什么。那是跟着世界的价值观在跑，在追求一些成功啊，或者是荣誉啊这些东西。有一位弟兄，他就在我进入加护病房很激动到想要拿起东西来砸，可是在我到普通病房的时候，他是愿意在我不能为自己上完厕所不能为自己擦屁股的状况下，他愿意蹲下来帮我擦屁股。廖启宏终于跨越最危险的关头，这一路走来，父母和教会弟兄姐妹殷切守护着他度过每分每秒。当把这个纱布拆开的时候，看到这个整个头凹陷了一块，我是看到启宏的妈妈整个人就是好像要崩溃了一样，因为那个痛是在他的心里面，看到自己的儿子，然后那么优秀的一个孩子，那么可爱那么贴心的一个孩子，我们都真的巴不得说我跟孩子能够交换，我把我的命给他，好像跟他换过来哈，但是不可能的。所以那时候妈妈的那个心里面的痛，我觉得深有同感。他爸爸其实对这个信仰没有很多的认识，可是这很特别，就是启宏这件事情让爸爸开始不一样，因为他爸爸开始相信可能真的有一位上帝。渐渐恢复意识的廖启宏一开始的行为和言语有如幼童一般，在亲友们正担心的当口，他居然在短短几十天内恢复如初，完全没有留下后遗症，让医师也叹为惊奇。因为他本来在说是在手术前就是昏迷的，那手术后其实转到病房之后恢复上也不是很快，但他同学啊还有教会的朋友们啊来一直看他，结果我是觉得说他就有一段时间就突然间就好像突然增加了很多分数，然后就从此就一路这样一直上去。那我们就开始问他说一加一等于多少，然后请他手比一下，他居然比对了。久了以后呢，启宏就有点不耐烦了，他觉得一加一太简单了，懒得理你哈，所以他就不理会。不理会的时候，大家就会担心，他是不是又退回去了哈？就开始问他一些微积分的问题，居然他都可以回答出来，那我们就知道没有问题，他原来是懒得理我们。启宏，你刚刚自己也提到了嘛，就是你有一点退化的情形，那个时候把大家吓坏了，对不对？对。你一加一等于二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很简单，然后你不想理他们？你为什么不干脆直接讲说太简单了啊？我就觉得一开始他们就是很担心我的智力有没有退化，就考一些很简单的问题，一加一等于多少，或二加二等于多少，再就甚至是担心到哈，跟我用手指头比说这是多少，我就说二，这是多少，我就说三，那这个加这个是多少，我就要回答五，那。回答了几次之后，我就觉得这问题我不想回答了，我就觉得实在是太简单了。可是你的确有语无伦次的时候啊，对不对？护士小姐，我会把她当成饮料店的老板，再把她请她端饮料给我喝，跟她买饮料。
真的蛮好笑的。有更好笑的吗？还有也有请我们教会的牧师跳天鹅舞给我看。你可以想象一个，其实他身材是胖胖的一个牧师，他跳吗？他有跳。那六宝宝有没有被他吓到过？那时候刚恢复意识的时候，是我有点被吓到，因为当初手术我是最怕有产生手术后的后遗症。那结果就觉得说，他手术后还算蛮 OK 的。那时候我们的心才比较安心下来。因为脑部是很复杂的啦，所以通常医生会先警告，就是说最坏的情况之下，可能从昏迷不醒啊，植物人到什么什么什么阶段，到智力退化到什么，他有没有把一些很恐怖的情况先提醒你们？有，那个主治大夫，那个庄医师一直都，我们在问他的时候，他不是说不乐观，就是说可能以后也会造成类似植物人的那个迹象。所以当他知道脑部还可以其实运算数学的时候，已经是安了一个很大的心了啦。只是再从那个可以到微积分可以回答。你还知道微积分要怎么答案，那个也很了不起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怎么回答，就顺口回答出来而已。医生有没有提到你恢复的速度跟程度算是一个奇迹？以当下那看到我那外表那些行为，可能会担心我永远都会这样吧，或是要很久才会恢复。可是我大概一个多礼拜就整个人就变正常了。一个多礼拜就正常了？那一两个礼拜就正常了。哇，所以廖爸爸，你的那个心情变化很像三温暖哦。对，就是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到差不多半个月左右后，才慢慢看他有一点起色，那时候心情就有转机的现象。听说车祸那段期间正好是流行 SARS 的时候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风声鹤唳，就是很多人其实不想进医院的，对不对？对，那时候刚好 SARS 也是在流行。对，听说弟兄姐妹是轮流排班来照顾。对，那时候是 SARS 期间，可是弟兄姐妹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每天排三班，每班两个人，一天就六个人来照顾我。因为他们体谅我爸妈从南部上来，整天要24小时陪我，很辛苦。在他们就觉得想要来照顾我这个病人。那个时候的状况是很多人怕，就是进了医院如果染上 SARS 就没命了。对，所以那是在赌命。他们就真的是陪我住在医院里啊。哇，所以爸爸那个时候其实如果你跟廖妈妈两个轮流的话，其实真的会累垮。对，而且他教会的牧师也是蛮体谅我们的，就是说他还提供说教会的那个可以让供我们住，不用我们常常说要去住旅馆怎么样哈，这样花下来的钱会蛮庞大的。因为其实很多事情还是仰赖亲人会比较放心，也比较不会觉得很尴尬，比方说像上厕所这些事情，可是他们都还是这样照顾你。对，甚至是有一位弟兄，他就在我进入加护病房很激动到想要拿起东西来砸，可是在我到普通病房的时候，他是愿意在我不能为自己上完厕所不能为自己擦屁股的状况下，他愿意蹲下来帮我擦屁股。那这就是在圣经马太福音有说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当我饿的时候，我渴的时候，我生病的时候，你们来看我，你们给我吃，你们给我衣服穿。可是你们这些事情坐在我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好想哭哦。听说那个廖妈妈照顾你的时候，其实也发生了意外哦。对，那时候其实之前已经有脊椎有一些从家里的楼梯摔下，有一些轻微的断裂。那因为照顾我时常要弯腰把我扶起来把我抬起来，所以后来就变整个痛到不行，脊椎整可以说是断掉。那也是给我同一个主治大夫去开这个手术。你回家的时候是没有头盖骨的？我回家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头盖骨，是两边的头盖骨各取出一块冰在医院冰箱。
头是凹下去的，里面是凹下去的，就是头皮然后凹下去一块啊，对对，那不是很危险吗？对，就左右两边凹下去就软软的，那那时候出门啊或走路都要小心，还可以出门啊？哎啊，你们这样子把他接回家没有头盖骨？出门的时候都有人陪伴他，嗯，有的时候是我带他，有的时候是他妈妈带他啊。要不要戴安全帽出门啊？那边那个时候如果有任何一点什么就会直接就下去到脑部。哎，对，那时候只要一根针就可以把我刺死。那出门的时候就是有爸或有我妈或有我妹妹陪我走一段路，嗯，哎，走到目的地。那时候也会为了恢复我体力，他们也会陪我用走路来恢复体力。嗯，他需要多少时间才可以装回去啊？我有一块是隔了一个多出院后隔一个多月装回去，嗯，有一块是出院后隔两个多月装回去。那时候身体状况有什么不对吗？其实那时候体力整个很差，就睡眠品质也不好。嗯，有后遗症吗？体力状况差，那后遗症比较明显的出现是在回到学校后，就是几乎没有后遗症啊，脑部里面的都没有差啊，都没有，就是那时候只是，哎呀，好奇妙哦，那时候只是体力状况比较差，因为动了五六次大手术，那就是体力也差而已，思考啊什么运动啊其实都没。你那时候身上好几处骨折嘛，对不对？身上有两处骨折。嗯，哎，现在都恢复得很好了。现在都恢复了。哇，可是那个脑部这样子喷血的状况，然后很难听说会百分之百的好。你的智力跟你的记忆力有没有变差？没有变差，就只有最危险那一段是空白的。出院后重新步上生活轨道，初回校园的廖启宏一方面满怀期待，一方面也害怕自己表现不如以往，对自己的高度要求加上大病初愈后的力不从心，让他陷入了庞大压力。重新要回到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胆怯，那包括一些生活上很简单的事情，比如说骑机车，我不知道他心里面是怎么想，但是他的父母非常的害怕让他骑车，所以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准他骑车，所以在这段时间跟人也好，跟他自己的领专业的领域也好，我相信是有一段时间是比较缓慢一点的。启宏让我感觉他有点退缩，他有点就是他不再那么，他有一段时间是不再那么活泼，然后都比较安静。其实他一直想要赶快恢复到正常。然后可是其实研究所的功课其实有时候还蛮重的，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比较多，然后对别人的要求，就是大家在co-work 这个 project 的时候他的要求都会比较高，可是他有时候又会比较慢，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在某个程度上是比较辛苦，而且再加上说他反应比较慢，然后可能一开始在跟其他同学在交流的时候没有那么的顺利，这样子。所以你自己有感觉到你的反应比以前一开始的时候慢了一点吗？应该就是我那时候是很期待能够回复到受伤前的一些能力。嗯嗯。那由于体力上的限制，时常读书的时候就读没多久就累了，就想睡觉，或者是上课你太急了啦，上课就是也专注力会不集中，就也是时常打哈欠，甚至是整个人趴下去睡了。嗯嗯嗯。那其实有意识到自己的是因为体力状况差，嗯，可是智力思考都没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当你的身体在告诉你说他还在恢复里面，你要给他时间休息，你不能操他，你可以顺服你身体的要求，还是你心里会很挣扎，觉得我就是很想跟以前一样啊？其实我知道是因为自己体力状况差，那还是会想要期待自己回到以前的状况。这就有点像我们时常看到有一些明星球员他们受伤之后，对，再重新回到球场上，嗯，要打球，就像现在王建民，然后
在复原了一段时间之后，也是很期待回到球场上打球。嗯嗯。那我的心情那时候就有点像这些球员的心情，嗯嗯，就想要恢复以前的能力，以前的一些表现能够一样的好。那可是当自己经过这些努力之后，表现没有以前的好的时候，也会感到很挫折。其实那段时间我相信不好过，但是是一种熬练，是跟以前的学生生涯完全不同的熬练，对人生的另外一种体会。可是很多人其实在发生车祸之后是会有那种障碍的，比方说他们再也不敢回到那个路段，或是再也不敢碰车子，你会不会？其实我不会，我还是继续碰车子，还是继续尝试各种以前能够做的这些运动。所以你完全没有这个障碍？对，心理障碍是没有的，倒是妈妈是会怕的。对，妈妈会怕的。那其实在遇到这些挫折的状况底下，我觉得有圣经也有一些经文很安慰我，像以赛亚书有提到疲乏的他加力量，软弱的他加能力。嗯嗯，那等候耶和华必如鹰展翅上腾，所以这些都有给你鼓励，对，有安慰到你，有安慰到，也支持到你了。对，可是爸爸后来怎么样可以说服你自己或是廖妈妈让启宏再次去骑车啊？因为人包铁又出了一次车祸，这真的觉得很恐怖的事情。我们那时候是暂时有一段时间不让他去骑，嗯，可是毕竟他以后不管要上水或是上下班都是不能完全靠那个桶水的那个载他，这样也是劳累到桶水。嗯嗯。结果就他就也自己那个有买了一部摩托车，就当交通工具。嗯。所以他每次骑车上路的时候，廖妈妈会很害怕吗？嗯，害怕是归害怕啊，可是毕竟就是路途遥远也是看不到啊，嗯，对不对？妈妈总是会比较担心，对不对？因为希望孩子好。听说他把你补到胖了10公斤哦。不止啊。不止哦。我刚第一次出院的时候50出头公斤，那休息半年回到学校还没复学，我被妈妈补到快70公斤。你那时候在家休息了一年吗？在家休息半年，那半年再回到学校还没复学。回到学校半年，重新适应。是暖身期有个半年时间，让你先回去适应环境，也让自己可以去调整。这样。对。听说你在家里面是爸爸妈妈那个最众望所归的那个最期待的一个角色。家里六个兄弟姐妹。对，我上面有3个姐姐，下面有2个妹妹。你是唯一的男生，那从小启宏就表现很优秀嘛？对，他从小就一直都是拿奖学金的，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的期待或是你看到他这么给你们带来的荣誉哦，其实突然一下好像力不从心了，你们是什么心情呢？他本来还有希望说想要出国去流水，可是经过这次车祸哈，可能也影响到他的那个流水的意愿，所以说他就说啊，读到硕士要先出来找工作啊，那父母亲也说好啊，既然你这样的话，我也顺着你的意思，我不勉强你，对不对？因为毕竟儿子只有一个，他的身体也是比赚钱还重要。当然，对，所以其实很妙哦，就是好像看起来是笔直的大道哎，然后可以按表操课，然后一路对不对？你看，大学毕业，然后都是很知名学校、研究所，然后可以做研究，然后申请奖学金出国留学等等等等等等。哎，为什么这个时候好像上帝放了一个弯路在那里，或许他人就可以回到那个大道上，但是绕了一圈的风景其实让你看到更多你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你刚刚讲说体力没有办法让你去负荷之外，其实还有就是说，因为你是大学系上第一名毕业的，难免到了研究所人家会对你另眼相看，就说哎呦备受瞩目哦，这个人何方神圣哦，期待你的表现哦，你会不会有这种压力？其实当时候有很多人给我这样一个期待，会看我怎么表现，看我能不能表现得像以前传说中的那样的好。那当自己表现不好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比较负面的嘲笑的话会出来。会哦。
那你那时候感受是什么？我会觉得我本身已经对于自己的恢复已经有点挫折，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无力，那又会更加挫折。可是那时候又有另外一句圣经的话来安慰我，那一句话也是马太福音的，就是耶稣跟我们说，你们要进财门，因为那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大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找的也少。那受到这些攻击，我知道这就是在奔走天路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挫折，无论是自己体力的无法负荷，或者是别人的一些负面的攻击，其实对我来说那只是天路，在奔走天路过程当中会遇到的挫折而已。那我目标不变，就朝那目标跑。但是如果自己不是亲身经历，如果真的一帆风顺的人，很容易会这样看很多事情，好像他们觉得他们眼光中的理所当然。对，可是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同理心变强了，就是遇到一些身体比较软弱的，或者是表现没那么好的，其实会对他们产生一颗同理心。就是觉得他们的不好，他们的身体的不行，或者是表现不好，并不是他们愿意的，而是他们本身有他们的困难存在。你这种情况到了研究计划的时候，其实有更大的一个挫折，让你是比较难过的哦。老师把同一个计划安排给我跟另外一个同学。那当时候我因为我已经先提早到学校恢复，先提早回学校半年去做研究，那我研究进度就超越他半年左右。那因为我进度比他超前，所以他也用一些手段来攻击我，就甚至是把我研究将近一年的东西端过去当作他硕士的研究题目。那时候就感到会看到人性的比较险恶的那一面了。可是现在回头来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上帝在帮我打预防针，因为其实这些事情你进到社会里面都还是会遇到的。有没有去找老师理论？当下其实是有去找老师argue 一些事情。那可是我们老师是一个很 nice 的人，那也很 gentleman， 他在听我讲完这些的时候，他是心平气和跟我道歉。那我觉得这也是身为一个指导教授不容易的地方。所以你就真的是冰释前嫌了。哇，真是一个很好的结局。我在他身上也学到很多修养或面对冲突的一些技巧。我现在头有一些凹洞，当时候头盖骨取下来冰在冰箱，那他盖回去的时候，东西切开一定都会有缝，那它盖回去的时候，骨头会自己长回去。只是长回去不会长，可能不会长回原来的形状。它不是这样子平的。对。那就没有长回原来的形状，就有点凹洞。重创又奇迹似的全然康复，廖启宏对人生有了截然不同的眼光，他开始对身旁的人事物更加感恩与珍惜。他以前呢，我觉得他比较想比如说去念书啊，念可能在进修念博士之类的，可是后来慢慢跟他聊之后，他好像有改变他的一些想法。对对对，比如说他可能就觉得说他会想要去做他觉得更有意义的事情。我很努力的读书，然后父母给我这么有聪明的头脑，然后凭着我的努力啊，然后我就可以得到某些的这个学历呀，然后我可以进入到清大、交大啊等等的
那都很理所当然的。但是经过这样的一路走来的时候，他就发现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是我们自己的，所以他日后考虑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就是把神放在第一个优先，决定他要怎么样来做。所以这条命是神重新给他的，所以他要重新让他活得更丰富、更光彩、更有意义。前一阵子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在圣诞节发生车祸，然后我总觉得很难安慰别人，可是启宏当他到了现场，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握住那个爸爸的手，说你来摸摸看我的头。我不晓得为什么你以前让启宏发生这事情，可是今天我看见为什么了。上帝要用他的伤口，启宏就是那么直接，就拿他的伤口，你摸摸看。哦，当下我觉得哇，上帝，你让启宏的伤不是遮掩在他头发下面，你让的伤在人的面前展现出来的时候，竟然是让人家感到安慰。所以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车祸，其实在启宏的身上好像是完全的恢复了，但是有留下一点点的痕迹是在头上。对，我现在头有一些凹洞。哎，那个凹洞是怎么来的？那凹洞是当时候头盖骨取下来冰在冰箱，那它盖回去的时候东西切开一定都会有缝，那它盖回去的时候骨头会自己长回去。只是长回去不会长，可能不会长回原来的形状。它不是这样子平的。对，那就没有长回原来的形状，就有点凹洞。可是在心灵上面，我觉得对你来讲，这个留下来的痕迹，可是对你这一生都很受用，对不对？面对挫折的能力有变强，我觉得人生有会遇到不断会遇到大大小小的挫折。那当然车祸这是一个很大一个挫折，回到学校也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可是我觉得这都是人生必经的一个风暴。Don't tell God how big your stone is. Tell the stone how big our God is. 就是我们都会遇到一些风暴，可是可以跟着风暴来临的时候，人第一个反应可能都会抱怨上帝说，上帝啊，我风暴这么大，你来救救我吧。可是其实我们甚至可以跟这个风暴说，你来看我的上帝有多大，他可以带领我走过这一切。所以你的信心其实是比以前更大的咯，就是在面对挫折上，我相信神的同在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安慰。我们可以因着信与他如鹰展翅上腾，在暴风之上，在洪水当中，神能坐着为王。所以难怪人家就说，态度决定你这人生的高度。你的态度开始产生转变之后，其实它会让你的人生碰到瓶颈的时候，还是可以穿越挫折，继续的往上爬。你后来有教会安排你多去看一些，比如说车祸的啦、受伤的这些，你是真的很知道怎么去切入他们的需要，对不对？其实病人的心情，病人家属的心情都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也自己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个伤痛。到现场去探望他们，就是把上帝曾经在我身上作为去跟他们见证，再就是为他们祷告。希望上帝也能够带领他们走过这一切。你看那个廖爸爸有没有觉得启宏他以前讲话可能讲的比较多都是在累积自己在学业上面的东西，现在他在累积他对社会的影响力。你看到这个孩子现在可以去关心那么多人，你会觉得好像一个车祸带来的开了另外一个门。车祸本来算是一个祸了，对，那可能也算说因祸得福这人家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嘛，对不对？这可能也是上帝做他的考验的一种回报。就是认为说我儿子对上帝有蛮强的信心，让他上帝能永远与他同在，引导他一条光明的道路。哇，其实在经历过这样的人生风暴，好像把一个高材生的路全部都打乱掉了，
但是在这乱中，后来还出现了一条秩序，而这条秩序可能会引领你走向更不一样的人生。我想最后要请廖爸爸跟启宏来对真情部落格的观众朋友做最后的分享。当小孩经过这次车祸后，有很大的转变，就是说让他能够从手术中做很平稳的顺利的解脱他的那个危机。我再次的谢谢各位的前辈的照顾，也希望小孩这次能够有这条生命的，会更珍惜他的生命的价值，利用他的生命去对社会做有一些意义、有贡献的事情，来回馈这个社会。启宏呢？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风暴里面，有一位我们所信靠的上帝，他可以带领我走过这些风暴。无论你现在是处在怎样一个风暴当中，假如你来相信我们上帝的话，我相信上帝也会带领你走过这些风暴。其实好像走到生命的边缘时候哦，就才会觉得怎么死亡是这么样的接近，然后也才会让人重新去省思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其实上帝给我们的人生是好宽好宽的，那么在学业上的追求啊，或者在事业上的追求也都没有错，但是其实上帝要我们看到的是更不一样的人生。比方说在追求成功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其实身边还有很多爱你的人，还有你爱的人，你不要去忘了拥抱人，或者是拥抱大自然，去享受生命的美好。在累积财富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你可以发挥你的影响力，可以分享给别人，然后看到别人身上的那种喜悦，你自己的人生也就更添光彩了。其实好像走过了一场车祸这样的一个很不幸的遭遇，但是没有想到却开拓了启宏人生很多很多不同的韧性。所以呢，在他自己所写的一篇文章当中，他也很相信，如果说人花了最精华的时间来累积钱财，然后又到了下半辈子再把这些钱财通通拱手交给医院，那才真的是枉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我们看了廖启宏弟兄他自己的见证，那一场车祸给他带来的多大的影响。可是我从另一个角度看，为什么很多的人在他的旁边却不愿意帮忙，不愿意伸出援手？这中间有基督徒吗？我不知道那位水泥车的司机先生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看见了他的那份爱心，他愿意帮助他，虽然很麻烦，但是他做了。圣经上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让我们这些人看了，我们重新的来想想，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人而没有做到的。我们也看见了我们这位廖弟兄，他有个感恩的心，无论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是老师同学，是朋友，他都用感恩的心来感谢他自己这一路上人家所对于他帮助。朋友，在这时候我们一起用一个敬虔的心，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借着我们的廖弟兄，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祷告。我们看见他一路来走过来，过去也许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不是太有感觉的基督徒，但是他自己知道了当主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就有那份平安，有那份喜乐。主啊，在这时候我要为电视机前面的朋友祷告，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请问你跟主的关系。若是你不是基督徒，你要不要进入教会，你透过圣经我们去了解，我们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他不只是风闻有你，而是事事
我们可以亲眼，我们可以感受到主与我们同在。我恭敬地为电视机前面的朋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不要说一生都靠自己，不错，也许你靠着自己你成功了，你快乐吗？我要说，上帝若与你同在，你有那份真平安，也有那份真喜乐。